12岁的网球小将曹嘉怡备战浪琴，放往明日之星选拔，在大太阳底下努力击球。除了期待踏上红土圣地与世界各国选手交流，更希望看到心中偶像球后 Serena Williams。 结束在台北一个月的魔鬼训练，曹嘉怡21号就已经抵达法国巴黎，提前调整时差跟体力。家人跟教练该叮咛的也都叮咛的差不多。感性部分就透过镜头传达。想把正面要退缩，勇敢努力前进，是这样。把平常训练的展现出来，尽你最大的努力。 去争取最佳的成绩。除了最亲近的家人朋友，历届学长姐也从台湾各地送上祝福跟象征梦想传承。试着就是多跟那些选手当朋友，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做到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他们毕竟都是台湾最优秀的，出去所以就是对自己有自信一点。我第一次出国就去到那么好的国家，然后又可以跟世界各地的选手比赛，就不用那么紧张，就放开打。 2016浪琴放往明日之星，5月26号正式点燃战火。未来体育新闻特派小组也会在巴黎带来第一手的报道，请观众朋友一起为曹嘉怡加油。2016浪琴明日之星，曹嘉怡加油！浪琴明日之星，曹嘉怡加油！浪琴明日之星，曹嘉怡加油！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